早饭。这是。平常都是小洛给你准备早饭，可今日情况特殊，我担心你吃不到早点，所以吃饭的时候我就顺便给你买了粥和饼。一碗粥，几张饼，果然简单。果真是顺便买的。你快点吃吧，我先回沐浴阁了。哎，你等等。家的是方圆五公里以内我最喜欢的一家店，小乐也经常买给我吃。可是我记得你喜欢的樱木居是在南街，当真是顺便？你若想关心我，不妨大胆一些，坦然一些。还有啊，你之前给我的那些椅子发簪，还有这个，摔不烂的碗筷，明明都是这么明显了，还偏偏不说。还有啊，这个早点啊，一碗粥和几张饼，你要买就多买一点嘛。你这样子买一点点，显得有些小气。早饭吃多了容易引起胃疾的。我是在跟你说关于胃疾的事情吗？我从未对人好过，不知道该如何。所以你有不悦之处随时告知于我，我定当铭记于心。从未对人好过，这句话怎么说得这么窝心。好了好了，知道了知道了，你要不陪我把这个饭吃完。小姐回来了。爱情